夸刘汉的，不能夸别的，就夸脸，就夸脸怎么转。问一下内幕，你知不知道是在玩火？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方词儿的。回答吧，大明星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优待队长李文汉。15秒安利自己身上随意一样物品，让我分分钟想剁手那种。我当然是安利我身上的钛合金眼珠子，我这个瞳孔大的有太大。如果上热搜，最希望李文汉单个字后面跟什么关键词？李文汉，李文汉走在时尚前沿的男人。如果现在通知你放假了，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？通知我放假，我想钓鱼，海钓5年的资深玩家。我钓的不是那个鱼，我钓的是寂寞。疫情宅家有没有学会什么新技能呢？变成大厨了，厨神。你觉得盘里谁是真麦霸？我觉得我有那个倾向，但是我会控制。你最喜欢去 KTV 唱哪一首歌？唱王力宏老师的歌。王力宏所有歌我都会唱。牛班。觉得自己在盘里除了颜值担当还是什么担当啊？除了颜值担当，那就是花瓶担当。对，其实也是很有实力的哦。你说的。作为队长，平时会照顾自己的团员吗？不是，管乐会照顾那个大家。对。那在现场演出的时候，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尴尬的事情吗？可能就是上次鞋子进水了，就是大家鞋子都进水，在水里跳舞嘛，是不是脑子进水，是鞋子进水啊？看你在笑起来真好看和娄艺潇的那一段笑惨了，很多人都夸你幽默细胞爆棚，堪比谐星。没有了，其实我就是想就是拓宽一下我自己的发展的方向嘛。对，自己对谐星这个称呼怎么看？我觉得谐星挺好的。对，会考虑演喜剧吗？会考虑去演喜剧，因为喜剧我很喜欢看喜剧嘛。自己平时喜欢刷手机吗？会啊。都看什么？有看自己的新闻吗？会搜一下自己。看到什么新闻会气到锤人？刷到夸我帅的时候。知道自己已经出现在报纸和书上了吗？我不知道。英语学习报，北大的。就我是以什么内容出现的？就是说你这个人很厉害。厉害，你也很厉害。为什么发微博都喜欢带三个表情包结尾？因为他们都说三个表情包就相当于一个句号。粉丝每天都在你微博评论下发土味情话，每天被撩啥感受？习惯了，原来看到土味情话还是就惊讶下句是什么，现在听到前半句就能猜出后半句。对粉丝说一句你心中最 fashion 的土味情话吧。我今天看你们很特别，特别胖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觉得自己最帅的部位是哪里？眼珠子。用粉丝吹卡猴屁的形式按一下自己这个部位。我这个眼珠子啊，一般人没有我这个眼珠子，它呢能够照亮你的美。自己私下出门会优先打理哪个部位？我不会打理哪个部位。如果一定要长胖10斤，你会给哪个团员一起承担？管乐吧，他只有110吧。会说壮脸水冰月，现场表演一下水冰月的经典动作。不能。他怎么？我没看过那个。一般猛男都是不看水冰月的。猛男看蜡笔小新，看蜡笔小新。作为最爱乱用眼的男艺人，请做一个最怪的鬼脸吧。星星。摆一个自己拍照时最爱的专属动作。洗完澡会照镜子欣赏自己吗？当然。哪个男的不欣赏自己啊？洗完澡。你好帅啊。收到妈妈说你发腮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你觉得啥叫发腮？一般发腮不都是形容猫的吗？因为猫胖一点可爱嘛，对，大家都会给它发腮。请用高冷型男霸道总裁的口吻对着镜头说以下台词，到腰哦。那不就本色出演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玩火？你很好哦，你已经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了。忘词儿了。做一个大家看不出你笑却笑了的表情。你现在有一个特权，可以给下一个接受采访的团员留一个挑战，要犀利哦。夸是夸李文汉，不能夸别的，就夸脸，就夸脸怎么帅。就难怪就是我以前有一种蜡笔小新转世的感觉，就是一看到蜡笔小新就想看到自己。